呢。你为什么要给这个箱子上贴这些东西啊？因为这是我的咕卡牌箱子呀，我把它装饰一下呀。咕卡牌？咕卡牌是什么东西啊？咕卡牌你都不知道？噔噔噔，你看这些呢，都是我做好的咕卡牌，上面这些都是没有做的呢。我有这么多贴纸呢，还有这么多卡牌，那我们一起做。好，给你选，你选一个喜欢的。贴纸我已经选好了，你用这两个给我搭配在一起做。那我想一个这样的咕卡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负责撕上面的膜。好，给。这个点点笔装饰一下，好了，做好了。嗯，那我装链条。嗯，给它装上去，给它扣上。对。